我真来给你认得了我嘞。面慈心善，谢谢谢谢，不能了，靠自己。我就十九岁我替你认得了是。哎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真的是这样的，叔叔阿姨们，真的是这样，不能拿，不能拿告。我听你们的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我听你们的，我不拿。嗯，那我先忙着侦查，那厨房洗个脚搞的。嗯，是的。真的不理会不理解。嗯，我妈妈她要去忙了。她谢谢。说不动啊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。一个月瘦了一大圈，哎，还好吧，因为在家干活嘛，他也不容易，确实不容易啊。你看，我真的不怕你们笑话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我家现在，哎，都没有油了。我等下播了，我去街上买一桶油。家里面所有的开支啊，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在弄，知道吧？现在拿将来十倍还。现在我也不能拿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因为毕竟那是怎么说呢，我觉得啊，我觉得他那个钱有可能都是凑够了家里面所有的钱，因为他也知道我这次去西昌，跟小苗哥就是去看房子的嘛，他也知道，然后他我都不知道他从哪里，唉，凑了3万块钱，真的。对，我家这么多姊妹，靠我妈妈一个人，说实话，叔叔阿姨们，真的我心里面，唉，真的也挺过意不去的。我感觉站起来有点头晕眼花，胖一点好看。我吃饭，我吃了很多饭的，叔叔阿姨们，但就是胖不了，因为干农活嘛，挖土豆、摘花椒、掰玉米啊。挖红薯啊都有，点点赞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辛苦你们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这太阳太强了，天下只有妈妈好，真的是这样的，真的是这样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我去家里面找口水喝吧，不然的话真的，哎，热的我感觉我感觉我裤子都是湿的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会儿，太热了。我看你们看我鼻子上全都是汗，要结婚了才能胖，要注意身体。放心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你爸爸干啥去了？哎，我靠！啊，太热了。你后山风景很美。其实我想，本来是我想去那边，就是在外面那座山嘛，就是去那个阳台那儿直播的，但是那边网络不是很好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叔叔阿姨们，我想坐在那儿直播，因为这样的话后面所有的山啊都可以看得见，这样的话风景会更好嘛。没风扇吗？有一个风扇，但是坏了。就是它吹的时候就是滋滋滋的响。有一个这样的，没有空调吗？哪来的空调？农村的话，哪来的空调？但是立秋了嘛，立秋了，然后就应该过个几天就可差不多了。你们那里天气多少度？我们这边有，我看一下。现在的话不是那么热，现在的话有29度，有29度，叫小梅买空调。你这么说，我都真的不好意思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那不热死吗？没有办法，中午出不了门，也干不了啥活，只能等下午，只有到下午就是天气凉快有风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出去。你看小梅哥，这些冰箱啊，还有衣柜啊，这些都是小梅哥给我家买的，所以。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激小苗哥，知道吧？我们这儿35度呢，现在太热了，真的。太卡了，卡吗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？我这里42度，那么热吗？一个风扇才几块钱，但那个风扇坏了。我想吹，不卡是吧？好的好的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真的我想吹，不然我刚刚从外面回来，就这么大一个，
阿米，你是个懂得感恩的人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做人的原则吧，就是不管怎么说，你不可能就是别人帮过你，然后后面不帮你，你就忘了吧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里四十度也要干活，阿米一定要有主意，不要听你姑姑的和叔叔的，和小苗哥在一起。你们放心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也不可能去听。我真的跟去年不一样了，去年的话就是我姑姑还有我叔叔他们就反对嘛，反对，然后我跟小苗哥在一起。但是总之怎么说呢，就是我还会义无反顾的选择跟他在一起。虽然选择跟他在一起，但我去年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的，知道吧？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什么也不懂，然后年龄也比较小嘛。但现在的话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嘛，你不可能听别人的一句，然后又听那个一两句，然后就分开或者什么的了，对不对？阿米黑了，没事，黑了就黑了，我本身就挺黑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有花椒要卖吗？我刚刚从外面摘花椒回来，我刚刚看到我妹妹了，要不让我妹妹给你们打个招呼吧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可久了，我的天哪，给你们看一下我。热的真的不行，你过来嘛，嘿，你过来，然后再去家里面吧，不然外面太热了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让我妹妹给你们就是聊聊天，然后你们可以问我妹妹就喜不喜欢小苗哥或者是什么的都可以，好不好？黑不溜秋，黑结实。哎，这车子娶她了吗？阿米成长了，你肯定要学着成长啊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？看到了，你搬个板凳嘛。你们还记得吧？你说叔叔阿姨哥姐们还记得我吗？叔叔阿姨们还记得我吗？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哎呀，可以了。这是小阿米，这是我妹妹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下午好。是我亲妹，你们觉得我们两个像吗？我感觉这样吧，这样比较好一点，不然刚有点暗。你们觉得我们两个像吗？我爸爸吗？我爸爸的事情你们就不要问了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临时出了一点事情，我不想在直播间说。卖点农产品，我们你们想买农产品的叔叔阿姨们可以预约一下9月6号的直播。9月6号的话，我跟小苗哥一起去那个云南，因为我们半年没有收获了嘛，然后那边有个老板就是帮我们收了一点，到时候我们去卖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真的也非常真的感谢你们的支持和这一路的陪伴。妹妹变漂亮了，小阿米也长漂亮，对，真的很漂亮的。你妹妹比你成熟，没有吧？她还看了我一眼，有可能。我妹妹她真的，说实话，叔叔阿姨们还是很懂事的。就是我不在，本来就是我不在家的时候，等9月6号，好的，谢谢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然后你们预约好了的可以预约一下后天的直播。后天我跟表妹一起直播，好不好？刚刚给我妈妈说，刚刚给姑姑打电话，她说姑姑不接，姑姑不接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妹妹直播卖什么？我们不卖货，叔叔阿姨们不卖货，已经预约了是吧？好的好的，谢谢叔叔阿姨。特别喜欢小苗哥。你喜欢小苗哥吗？对，你们可以问一下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就比如说问一下，就是反正就我跟小苗哥的那个事情嘛，可以问一下的。已预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还有你们把赞继续的往上点一点，好不好？你笑啥？妹妹长得好看，确实长得挺好看的。你们想不想看我大弟，叔叔阿姨们？我大弟长个子长得都快我到我这儿了，我觉得小孩子长得好快哦。妈妈做了什么决定？就是我妈妈她昨天给我打电话了嘛，然后就让我回来，然后就给我拿了3万块钱。但是总不管怎么说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那个钱我是不会拿的，因为他们还要上学，还有费用啊什么的，知道吧？乖乖女，她说你是乖乖女，谢谢谢谢你，乖乖女，她有点了。
有没有红薯？我们这边有是有，但是很少，知道吧，叔叔阿姨？阿妈热的不行，我感觉我穿了个裤子，我感觉我裤子都是湿的。妹妹喜欢小苗哥吗？来，你过来说一下嘛。别担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你发自内心的说一下，你觉得小苗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小苗哥挺好的，他对我们家人都很好。然后，他给我买了很大的一个娃娃，我对你那个娃娃呢？对了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小苗哥，年就是。给子弟买了，你们应该看了那个视频啊，给子弟买了一个特别大的娃娃，他每天都抱着他爱不释手的那种。哇，这个娃娃确实漂亮啊，这个娃娃我特别喜欢，谢谢你小明哥。我们就是四川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你们都好勤快。哎，怎么说呢，农村嘛，你不勤快不行，而且我本身也是一个勤快的人。小妹的虎牙长得翘是吧？阿米瘦了这么多，还好吧？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还好，只要就是干活的话，就自然而然的瘦了。对，小妹哥为我家付出了很多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冰箱也是他买的，真的对我家非常非常的好。哦，我现在巴不得把我的头钻到冰箱里面去，这么。怎么这么才直播，这么久才直播是吧？我们确实半年有没有直播了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阿米，小阿米也是一个善良的女孩。对，我妈妈，哦不是，我妹妹她真的不加多不加多，太热了，买个空调。哦，妹，哎，农村哪有舍得用那个钱去买空调。而且现在，的话，就是也差不多，夏天也快过完了。昨天不是立秋了吗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哎，我弟呢？让我大弟过来吧，一天。你过来给叔叔阿姨们跳个舞。让我大弟过来，我把支架放高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他差不多有，真的长得都比我快高了。不要戴帽子，不要戴了。你得满天的时间，我把支架放高，叔叔阿姨，然后让我大弟过来。你莫给我绕上脖子个干啥？不莫。我想整干啥我姐。啊不行。空调不值钱。怎么还是有点低哦，叔叔阿姨们。你拿着。这么多的，你们可以预约一下后天的直播，叔叔阿姨。哦，这样就对了。你拿着啊。好了，可以放了。哎呀，热的不行。哇塞！哎，咋我就小苗比一下身高，还是哎，不要垫脚，还是比我身高差了那么一点点，头发那么乱吗？头发哎，太热了，然后有点乱。要不把鞋脱了比？可以。这样。我还是比他高一点点的，是不是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？妹妹像妈妈，那你们说我像谁？叔叔阿姨们，你像老爸，老爸。哎，给我拿个礼吃呗，拿个礼。对了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你们可以来我家玩，就是因为最近不是暑假嘛，然后家里面小孩不是都放假了吗？然后你们在家可以，你去洗一下，像我爸爸是吧？对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确实是这样的。买了的，买了的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妹妹快比你高了，确实。我让我大弟过来，他在换衣服。一天，你别搞搞的了咯。我母了。阿米好瘦，有吗？怎么都说我瘦了，叔叔阿姨们。我还好吧，其实我不算瘦了，我。都在问阿牛为何不回答阿牛的去，因为，哎，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了。你们有没有那天看了我跟小苗哥一起直播的叔叔阿姨哥姐们？你们看了的能不能帮我做个证？看了的打上两个字看了，那个看了吗？
因为那天你们也知道嘛，我们一说阿女的事情就是直接下播了，因为涉及到很多事情，知道吧？我不是不想回答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看了是吧？对，你们看一下公屏，叔叔阿姨们有叔叔阿姨是看了的，有一些是没有看的。一天红包，牛仔太够，其实也还好吧。让我怎么捞这些？我不要，我吃个桃吧。好的。Hello， 下午好。阿德大德，我不去。小苗呢？小苗哥不在。很紧张。晚上好，你们想不想看我弟弟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？他已经准备好了，他要跟你们见面，然后要穿点漂亮的衣服。你好，惹弟。哇，你们都知道惹弟的名字吗？这个是姑姑的姑娘，不是，这个是我妹妹，这是我亲妹妹。我不认，我刚刚洗了脸，这是我亲妹妹，叔叔阿姨们。太阳有点大，不会的，叔叔阿姨们，我不会听我姑姑还有我叔叔他们的，知道吧？姐姐是小米，妹妹是大米，吃什么？吃桃，这是我们自家种的，还有李子。哎，你过来吧，大弟。你们想不想我弟弟？叔叔阿姨们，这是我大弟啊。打不招呼。Hello， 叔叔阿姨姐姐们好。他一打招呼，他的脸就红温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月份天冷。阿弥陀佛。想大弟是吧？你。来，我们两个站一看。来，阿姐长大，阿姐长大的。小苗哥呢？小苗哥去在杭州，叔叔阿姨们，弟弟可爱是吧？确实可爱，很可爱。你这太阳光晒出来怎么白了？弟弟好可爱，确实，我弟弟确实可爱。弟弟长高了，对，确实长高，差不多都快到我这了。再过两年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。再过两年就长得有可能比我还高了。让弟弟毕业了，你看他们的，去摘花椒吧，走吧。不干活是不行的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还是得干活。我一边干活一边给你们直播吧，可以吧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？嗯。你叫桃子、李子卖吧，不够卖，只够我们吃，只够我们吃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你大姐呢？我大姐她在上班。关键感觉又太热了，热死了。怎么的？想不读的？两那个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因为啊，主播你把车堵断了，因为。小苗哥也不在嘛，然后桃子不削皮嘛，洗了就直接吃了。我这是在家里面吗？对，我在我家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。我大姐还没有男朋友，还没有男朋友，然后我就不跟你们闲聊了，叔叔阿姨们。因为毕竟小苗哥也不在，然后我跟你们聊的也差不多了，因为这会儿太阳落就是下山了嘛。我还有很多活没有干，我们还没有做饭啊什么的。我家是六姊妹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然后我就跟你们下播了，可以吧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？赶紧煮腊肉了。表弟呢？哎，别提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不想说他，不想说，忙吧是吧？行，那我就去忙了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？然后你们可以预约一下后天的直播，
好的，等小苗哥回来好不好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可以预约一下后天的直播，预约好了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可以扣个一好不好，非常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。上链接，上不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这是我自己吃的。好的好的，拜拜，那我就下播咯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一路对我的支持和陪伴，真的谢谢。这第二天鞠一躬，然后我们就去干活了，走吧。下嘛？下播吧。你们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谢谢叔叔阿姨们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。然后我就去干活了，好不好？拜拜。好，你们预约好了，那我就下喽，拜拜。